发音啊，所以呢，姓黄氏家族在这边的这个拼音呢，其实都是念汪啊，因为 H 它不可能发音。啊，前面就到了啊，咱们在这边停留半个小时啊，讲少一点啊，二十分钟。因为我说二十分钟，你们拖半个小时啊。咱们其实离这个餐厅不算太远，但是还有一定的距离，所以咱们不要耽搁得太久了。那么一会儿就在这个下车的地方集合。下车，现在咱们。